就是被同一批耳朵，但我带一张小抄，怕我会忘记。我是杨军临床心理师，那我也会先讲一下我的一个养成的背景，还有这几年的一个工作的经验啊。那主要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所谓临床心理师的一个养成，或是实务工作一个小小的缩影。好，所以先花一点点时间介绍这件事情。那我是国立中正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然后毕业以后没有应届考上研究所，所以就重考了一年这样，然后之后又在就是又再考回去那个中正这样子。然后我是用江阳师的学生，那在那个修课的时候，当然大学部就是修各式各样的心理学啦，各式各样的心理学。就是刚刚应你大概有大概讲一下哈，那在心理系的话，其实会非常强调这些基本心理学的一些训练。那这个我当初在读书的时候也不晓得它很重要哈，我是后来出来工作以后才发现，原来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其实无时无刻不在用这些东西哈，一直在把它跟我的实务工作是结合在一起。那小时候其实也没有觉得自己读书读得很好，但是后来用的还不错哈，所以我想那个基础的训练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在研究所的阶段的时候，临床的话就是966学分是有病理，然后横线跟治疗嘛。好，那通常大家都是修超过啦，好，因为以前我们都很怕我们不够充分嘛，肯定修课这样子哈。那所以其实在前面两年的这个修课的时候其实是过得很充实的哈，然后我们也有安排一些见实习的部分。我自己的见习的话是在那个嘉义圣马尔丁医院的精神科，还有大林慈济的心脏内科。那实习的部分的话是先到桃园长庚的睡眠中心，那再到嘉义基督教医院的精神科。那实习完了以后又回学校去做论文这样，然后最后总共是三年半毕业。那三年半就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田野调查算是很快的速度的，好，大部分的人都比这个还要久哈，其实那个投注的青春是很多的哈。那我还蛮幸运，是我一毕业马上就找到一个工作，不过是研究助理。好，我一毕业马上就到那个政大心理系睡眠实验室杨振林老师那里去做研究助理。那在这个做助理的期间也很幸运，就是放榜就有拿到执照，所以我的下一份工作开始就是做临床心理师。那我一开始是上那个观音山在八里庄医院工作，那之后到石牌台北荣总精神部，然后之后再到象山，我都是在那个比较山上的地方工作，在象山，在我们松德就是之前的治疗工作。好，那一直到今年初我离开医院，然后开始做自由心理师。那我目前的一个职业的范围比较是在新竹啦，然后偶尔也会做一些这个学校一些专业团队的一些服务的工作这样子。这是我工作我自己的一个训练过程跟工作的内容。那刚刚讲说这是一个临床心理师他这个养成跟他实务工作一个小小的缩影哈，因为我们有更多不同的人在这个领域里面成长跟工作哈。那有一些人做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之外哈，有一些人是在学校哈，像应你刚才有提到，那以前比较会是在大专院校是有那个专门的心理师啦哈，但是因为之前那个桃园某国中的那个霸凌事件之后哈，是其实各级学校就从小学哈开始，各级学校专职辅导人员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有增加，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所谓的住校心理师。好，那临床心理师有在里面工作，但这是专任的部分。那有一些人是做兼职的工作，就是说在我们的应该是各县市的教育局哈，他们都有推的服务是他们是算在特教里面的一个专业团队服务的工作这样子哈。那每一个县市的规定不一样这样子哈，那就是他那种工作比较像是如果我们在医院工作，就比如说做心理治疗、心理横线，是在了解一个树林，好，跟进到一个树林里面，然后就开始了解这个你
里面有什么树啊，有什么生物啊，那个水怎么流啊，那个风怎么吹啊，哦，气候怎么变化这样子哈。那我们去到学校，如果是做那种一个学期一次的，就是你一个学期只可能只会看到那个小孩子一次的话哈，那就是你进去就是森林大国，哦，进去什么东西都来不及了解，你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对了。好，而且你要找到方法让老师在你进去都是开防火墙嘛，好，不要再烧过来了，好，这边烧掉了，好，那剩下的善后工作就是老师做，那你要提供策略让老师可以善后，他可以再把这个树林再种回来这样子。好，这个大概是我对那个专业团队工作的一个自己的看法这样。那我们也有一些人是在那个监狱然后戒治所啊工作，那个他们有一些是正职，就是这个监狱或是戒治所里面配置的人员，那有一些是兼职，就是说因为他们里面要做工作的太多，然后靠他们自己的专业的就是正职人做不完，他们在请外面的就是技师，那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比较有时间去里面兼职这样。那服务的对象就是大概有几个大区块啦，比如说性侵害的那个加害人，然后家暴，家暴比较不会被关在里面，但是还是会有这样好。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成瘾戒治啊，然后也有一些是比如说二缓，就是那个缓起诉的个案的一些服务这样子。好，那我们在医院其实也会做司法部分司法鉴定，最近那个烟头案。那个不知道是谁做，但他应该有一个心理师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要做一个诊间去评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那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医院最大的区，很多人会觉得说，临床心理师在医院嘛，好，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事实，没错，我们真的比较多人在医院里面工作，好，那主要是因为说在医院里面健保嘛，好，就是当然最早的时候也是没有健保的时候也是有临床心理，也是有心理师在医院工作哈。不过现在的状况是说，为什么临床心理师会很大量在医院？因为医院有一种东西叫做健保码是可以 charge 的哈。那在台湾大部分医院都还是仰赖这个健保收入哈，所以当你可以 charge 这个东西的时候，医院就会请一些人来做这个事情啊。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健保码的了解是多少哈。我今天本来想要谈这个病，可是时间不是很够，所以很快带过去。就是大家可能会听说，就是临床心理师只会做测验啊，哈，那主要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摆脱的原罪，是因为你做测验可以赚的钱比较多。那你做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听你讲的那些事情呢，你做一个小时，你可能只有300多健保点。那在年就是一年结算的时候，医院跟那个健保局提款的时候，他不是就给你300多点，他会乘以一个东西叫做浮动的点值。浮动点值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年所有的医院哈，就是有加入健保的医院，他们申报了多少点，然后呢跟你这个你今年收到的健保费去除，然后一点是多少钱这样。好，那所以呢那个点值理论上它应该是1:1，可是自从有健保以来，就很久没有听到1:1这件事情。好，目前大概是0.7。好，目前大概0.7。那我读书的时候听说是0.9，但其实是0.7嘛。哈，那佩琴有听过吗？那时候就问他们说，问学生说，我们做一个治疗300多点，而且0.7。然后我们那个打工的那个基本工资在涨嘛。好，那搞那各位研究所都念那么久啊，那等到你念出来的时候，会不会你其实去麦当劳打工可以赚比较多的钱？非常有可能。好，那所以医院根本不鼓励你做这些事情，医院不鼓励你做这些事情，因为你的收入是非常少的。好，那我们甚至听说某一些医院就是他们的心理师不能自己决定说你要把这要排在什么时候，是他们会有一个人帮你排。好，然后呢就跟你说，心理师你今天早上啊这个9点到10点这个时间要排4个个案做心理治疗，所以一个个案15分钟，为什么？医院算给你看啊，因为以你的薪水来说，就是这样，去帮点子能谈15分钟。那我们开玩笑说，那个椅子还没坐，在跟大家说不好意思，下次再来。好，那所以在医院里面，其实并不是完全那么悲观，因为我知道还是很多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还是很努力想要做心理治疗这件事。我认识的
大部分的临床心理师都很热爱做心理治疗，他们的环境不是很友善。所以刚刚那个一鸣提到说那个次数有限制啊，时间有限制啊，那个大部分都不是临床心理师自己的 idea 吧。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是小蚂蚁而已，就不太会有人真正正把我们这个话听进去。好，那在医院其实做比较多工作是很贱嘛。那不管我们去念背景是什么，那因为医院打开就是没有限制谁可以进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服务的对象我常常讲说是几乎包含全人类。就是我们从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遇到一些早期疗愈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可能是自闭啊，这个亚斯伯格那一个族群的，那你可能会遇到过动啊、冲动啊，然后注意不集中的孩子。那孩子再大一点，就会看到什么问题，对立反抗的问题，然后开始会有学习问题、不好管教啊等等事情啊。那年纪再大一点，就会遇到比较可能会遇到那个精神疾病这一块。好，前一阵子我们精神分裂症改名字，但我一直背不好它。好，就是精神分裂症那个东西，改了一个新名字。那再来就是再往这个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看到更多啦。不是我用这个年龄的概念来讲，是用那个疾病号方面来讲，可是不是只有那个年龄会发生那个病。好，那情绪方面的疾病有很多，而且范围其实很广，焦虑、忧郁、躁郁，等等的问题，然后强迫的行为啊，可能都会是附加在里面的。那再往后面，那可能他不会只有情绪问题，他可能会连带有一些人吃东西也有状况，就是厌食啊、暴食，睡觉也出问题，干嘛被困里了，困。滴滴困这样子，那有一些人是睡的时间不对等等，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在处理的问题。那刚刚其实有大概提到一下成瘾的问题，我们在医院也会做这一块。那在年龄再往上走，人就开始出现慢性病了嘛。那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帮个案处理的，就是他的这个慢性病的调试啊，有肾脏病的、糖尿病的，那些肿瘤啊，癌症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要陪着个案去处理的。那再往上面走了，那到了这个老年人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进入银发族的这个世代。好，那关于老化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常是没有做良好的心理治愈，我们就老的。好，那所以常常这个时候会在情绪上或是生活心理上需要调整的东西很多，不过我们的社会很少关注这些事情。好，那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失智的状况，要怎么帮忙这个？因为失智是这样，就是他一旦开始了，我们大概只能用一些方法延缓他，没有办法让他退回去。好，那怎么帮这个家庭去适应这件事情，去帮这个家庭可以稳固下来，这是我们在做的工作。那除了这些可以用这个年龄大概来区分的事情之外，人生充满意外跟痛苦。所以会有一些人是创伤，那比如说像脑伤好了，脑伤以后可能他这个很多的功能就不见了，那他后面要做一些复健跟重建的工作，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不见得是人受伤，他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说重大的灾难，或是一些我们比较不愿意看到一些个人的一些创伤的经验，受到受虐等等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自杀防治啊，自杀防治就是说，其实这期医院都要做自杀防治的业务，但他们都不知道叫谁做，都通常都会放在精神科，那精神科要叫谁做，很常叫心理师做，然后还有安宁，最近越来越多我们所谓肿瘤性心室安宁保护这个部分，所以这样讲一讲，那其实就包括全人类嘛，那我们其实做很多的工作。虽然我们在医院工作，主要是在累积那个健保点子，对我们的绩效也是来自于健保点子，然后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能 charge。 我刚讲很多事情，可是你真正放在健保码里面可以 charge 很少。那也就是说对于经营医院的人来说，他根本不了解你的价值在哪里啊。你刚刚讲那些东西是你的个案觉得价值，他不用付钱就算了，健保也不付钱啊。
好，所以你做了半天以后，那如果你是一个单位的话，你干嘛请这种员工呢？他做了半天的事情都不会回到口袋里头来耶。好，这是。